网络界面设置，那我们这一边的网络界面设置，意思是说，当我们的 when 是没有使用的，你可以把它切成 len。比如说这边我们可以 when do 可以把它切成 len one 这样子。那我们这边有注明是说，你的界面要是 off 的状态下，我们这边界面才能改变。比如说 DND，我看现在没办法点，因为它现在有绑定一个模式，所以我这样状态下是没办法点。那有可能像我们看再回来看 when to，它是 off 的，所以我可以点。那我们 DND 也可以切成 when 的界面这样子做切换使用。